你们好，我是小宝，现在我们继续接上一个视频。隔壁村的那个老奶奶跟我说，她在这个荒废的鱼塘边上洗菜的时候，发现这个鱼塘里面有一只几百斤的大甲鱼，像大罗盘那么大，她说。但是我们还是没有发现那只几百斤的大甲鱼，我们在这边发现了一个洞口，这个洞里面有一窝的大甲鱼，你们看。现在我们继续用这个铲子来挖，把这个洞里面的甲鱼全部挖出来。哇，你们看，哇，这前面好像有好几只甲鱼在里面。哇，你们看，这甲鱼也太跑得太快了。哇，这里还有一只。哇，这甲鱼实在是太肥了吧。这里面还有一条鳝鱼，你们看。哇，我们把这个甲鱼洗出来看一下。哇，这甲鱼实在是太好了。